最近雨水多，天气也凉快了哈。老话说得好，福中有一酒，酒中有一福。今天凉快，你想吃啥？咱吃个抿个豆吧。吃白面的，吃二面的？当然吃二面的了。那好，你吃我就给咱做。行。吃啥菜呢？肉吧。西红柿鸡蛋吧，吃素的吧。行。不要老吃肉。里面放点肉丁不香？香，咱也不能老吃呀。那西红柿鸡蛋就西红柿鸡蛋。今天让儿子随咱们吧。行，让他随咱吧，不能老吃肉，光吃肉看吃的。爸，你这句话说的有点虚了，这啊。那那天羊肉你也没少吃啊，我吃的多，你吃的多。我这开车连啤酒都没喝上，你又喝啤酒，又吃肉的，我这那天可糟完了。行了，你们坐上，我吃菜。大家好，老张想吃面了，今天给他做个二面抿个豆吃。我把柿子放到锅里烫一下，这样子好扒皮儿。现在的柿子正好吃着了，今天吃西红柿鸡蛋的，这一烫就好扒了。把柿子切成小碎丁，越碎越好。再洗点小油菜，一会儿煮面的时候放。最后再切点葱花。我先把鸡蛋炒一下，起锅烧油，油温八成热，把鸡蛋倒入锅中，迅速炒熟，再次起锅，再加点五香粉，把葱花和五香粉炒出香味儿，炒出香味儿后，倒入切好的西红柿。快速翻炒，西红柿要多炖上一会儿，这样才能好吃入味儿。西红柿的汁液已经炒出来了，在锅中加适量的咸盐，让它多炖上一会儿。西红柿又炖了五分钟，已经特别粘稠了。将炒好的鸡蛋倒入锅中，把鸡蛋迅速炒匀。好了。关火，西红柿鸡蛋篓就做好了。这个做抿个豆的面不能提前和，要现和现抿。今天吃的是二面的，白面和棒子面的比例是2:1。先把棒子面和白面搅匀，水分为少量，多次的倒入盆中，先将面粉搅成絮状。这个抿个豆面要和的相对的软一点，现在开始下手和面，把它揉成面团就可以了，而且这个面不需要醒，和好就可以抿，和成一块就可以了。我看水开了吗？锅已经开了，我现在开始做抿个豆。把抿床放到锅面上，揪一块和好的面，用手掌按住面团向下搓，这样一点一点的就抿出来了。抿了两块了，再抿一块，这一块能出一碗。这抿好的疙豆就像小蝌蚪一样，所以叫抿疙豆。抿疙豆基本上已经熟了，现在把切好的小油菜倒入锅中，小油菜好熟，烫上10-8秒就熟了。好了，出锅。老张，吃饭。这个小碗吃的别扭嘛，我得用这个海碗吃。哟，这碗不小了吗？咋这碗？多半碗。哎，好，一点点，行了。那卤多了才好吃呢。西红柿，来，再来点。我好了。老爷子这一天这吃面不吃菜，你这，要我就得嚼好几勺，少了都不好吃。西红柿就是现在西红柿就是好吃，那么今天这柿子香味儿，那冬天柿子就不行。是啊。这再过一段就能做西红柿酱了嘛？是。妈，我现在觉得我爸比我幸福。你这想吃啊，我妈给你做。你那天把我妈惹不高兴，我妈不给你做了，你咋弄？敢不给人家做吗？咋不敢呢？
你爸长了个嘴儿，你可得给他做。好吃的米疙瘩，大家赶快做起来吧。吃这米疙瘩必须一口蒜一口面。嗯，妈，玩玩香啊。比你想象的好吃吧？呀，你就只能这么说了。要做下来了，我说不好吃，你多伤心。我不伤心，你让你喜欢吃我的。要让我的真心话就是没肉下不行。我觉得这是最好的。嗯，老妈不管做啥都是最好吃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